像我觉得我很喜欢这样子，它那个小小花看起来像小花。等这边是不是刚好垃圾可以丢进来？Thank you.
被夹上去。好，你看。然后真的也郭将军导播文克史凯文史凯文先生你的女儿现在在游乐场中间飞手上中间旁边的凤桂屋服务中心史凯文先生听到广播请到服务中心来带领你的女儿看一下气象，他就是看气象，说跟冰箱差不多冷了。他穿短袖，他有看气象，他穿短袖。我他妈刚刚本来穿长穿短袖的，你就穿长袖的。你不是说很冷吗？别个吊挂这红色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看你这一趟出来你要被骂
必须广大，要让小朋友有聪明的视线。第三，下雨时哦，请你吃完徒步使用。把电话机停止。边的货柜屋，你爸爸在这里等你。林彩薇小朋友，听到广播，请到货柜屋来。
那你要用这个去撸啊，才可以啊。这慢到一个匪夷所思的速度，你看，有没有够慢？我走上去玩，下来下来了，下来。
跟妹妹签个。
看到了吗？这里还有。
我来做，待客制作，客制化，手工刀，宝宝孔子大日我们扫描 QR code 就可以换一个造型气球哦。还有按两条指标。
Субтитры сделал DimaTorzok